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我们要玩个大的，看看我们何老师什么反应。走，那个我俩有点事想先走。行行，谢谢。嗯，好好，嗯，行，慢点啊。对，好，再见。来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来找我了。行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了，好好，慢点。其实他女朋友，我还是会捋的，但是我一直不敢说。我来，是我想去上趟厕所。嗯，行，小心。喇嘛塔嘛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面提了五斤塔嘛，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头憋着个喇叭。提塔嘛，喇嘛要拿塔嘛换，别喇叭哑巴那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，提塔嘛，喇嘛那塔嘛也不知，塔嘛，喇嘛那塔嘛打了，憋着喇叭哑巴一。地塔嘛也不知，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，地塔嘛喇嘛一喇叭，地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，别喇叭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。太凉了，我上有垫有垫，凉小瓢号，小号我这有瓶，不行，我上趟厕所啊，我小号今天就为这来的，你知道啥？咱俩再照张相。嗯，你看看啊。就有点模糊，那啥破手机。那何老师，我想今天我就为这个。电话，你给导演打电话，不人都哪去了？这不还？怎么样拍的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哥？人呢？不是在哪儿？就问导演了吧。同学呢？怎么都没了？不是，上厕所，这我你人哪去了？你也太没威严了！你这老师当的，怎么同学说上厕所怎么全没了呀？